沙灣市第七區市參事余鼎昂今日出席支持一項为期两日的交通安全儿童互动视频游戏同行人街道安全模拟展示活动，其中模拟区引进一个叫做洛杉矶智慧 Richie 的邻居的儿童交通安全项目，以同小学生身高相仿的比例制作，用卡通绘画的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的交通状况搬到眼前，逼真的设计令到参与的十几位小朋友热情高涨，积极亲自体验和学习如何安全过马路。星岛记者麦尚报道。